今期最后一站，我哋嚟到中国云南，位于云南金平嘅中国红河蝴蝶谷，喺5月22日迎嚟咗蝴蝶爆发嘅高峰期。据云南金平蝴蝶博物馆馆长杨振文介绍，由于气温回暖，降雨较多，今年嘅蝴蝶潮出现得比往年稍早，爆发嘅蝴蝶比往年更具观赏性。爆发的这个数量呢，最好就是在银盘山这个区域，也就是观赏的最好的位置，将近会有2000万只左右的蝴蝶呢在银盘山上飞舞。金平县被誉为中国蝴蝶之乡，当地的生态环境优越，植皮丰富，为蝴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。云南的地理位置亦造就了其丰富的蝴蝶多样性，使其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蝴蝶天堂。我们是从贵州过来的，这个场景我们还是第一次见。我是主要是搞生态摄影的，我也跑过大量的地方，也看到过很多的蝴蝶，但这么壮观的场景这还是头一次。多谢收睇今期节目，下期节目又会去边度，敬请锁定澳门有线电视环宇快讯。